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 天堂案里面的血盟签到系统，以台版来说还停留在签到拿到名誉金币，但是签到拿到了名誉金币其实算是蛮鸡肋的，大部分的入手来源还是每天每周每月以及血盟任务。韩服的签到系统也在3月6号改版更新的时候进行的改版，现在的签到系统签到的拿到奖赏是一个黄色的金币，就跟名誉货币一样，签到几个就可以拿到几个硬币，但是兑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可以看到的是，原本兑换的血盟商人旁边还多了一位 NPC， 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他180个硬币就可以兑换耳环、戒指以及守护徽章，那变身卡、娃娃卡的话也是各30个就可以兑换了，龙珠就只要一个，最下面这个宝箱是5个硬币可以兑换5个名誉货币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无氪玩家，对于新手来讲的话，找个人数比较多的血盟每天签到的话，我们就以我为例子好了，我这只角色每天签到大概都拿到40个硬币，所以说我5天就可以拿到一个商城饰品，算是非常补的哦，算是非常补的哦。那台版以现在改版的速度来讲的话，也许在暑假前也有机会可以改版这个系统。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而且要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喜欢玩天堂 M 的盟友以及朋友们哦。好的，我是小 P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